老金味片皮烤鸭卷，人气新店。片皮烤鸭卷真的好吃，一个卷就能吃饱。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，就是鸡肉卷，当时里面包的不是鸡肉，是烤鸭。确定这样能好吃吗？吃都吃了，直接来个大卷吧。里面能加料，甚至能加火鸡面，这是什么搭配？试试，用完红包最后只要18块。回来了，不会要房车吧？非常轻。就这么一小盒，上个秤，229克。我的天，要知道我点的可是肉多多大卷，甚至还加了火鸡面，才200多克。What? 确实就是一个卷，感觉像是把那个烤鸭的皮放大了个5到10倍吧。来，粉丝先吃，第一口感觉不太好，咬了一嘴的葱丝，还有那个甜面酱。第二口咬了另外半边，又感觉咬了一嘴的黄瓜丝。咱们打开看看，这个皮好大呀，这个就是内部构造了。鸭肉在中间，而且都片得比较薄，放了非常多的香菜。这个饼皮感觉比那个煎饼果子的还要大。来口鸭肉的，就是正常的烤鸭的味道。这个火鸡面不太建议加进去，单独吃的话味道还不错，但是放到饼皮里面口感就很奇怪了。调味还不错，甜面酱的味道很浓郁，加上葱丝黄瓜丝，吃起来也不会腻。几口解决了，要吃饱的话得吃3个，味道还可以，性价比一般吧，3颗星。